你出发有跟妈妈说吗？有，我跟她说，可她应该还在睡觉。我们好像从来没过过母亲节，没有，我们都只过生日。但我记得第一次回家的时候，她就心机蛮重的，她就马上看我妈在玩什么手游，她妈妈在旁边玩游戏，然后就跟她说，她说，哎、欸、阿姨你在玩什么、啊？借我看一下。然后看了一下之后，马上转过去，然后下载那个游戏。那这个就跟我妈说，哎、欸、阿姨我也有在玩、欸，因为我妈还会半夜一点打给我。然后叫我找他，然后他就说理由在你旁边吗？我说在。他说好，那你跟理由说，给我三个木头。他妈妈开什么新话题，我都可以聊那种。我觉得我很厉害，因为我还蛮博学多问的。这种话不你自己讲。我不要接你的话，一塞我不要了。他跟弟弟跟妈妈都是把心事压着不说的那种。然后，但是我去他们家有点像是一个润滑剂的概念。所以他妈妈很喜欢我，但他很爱，就是我们两个吵架的时候都在我面前大哭，都在我妈面前大哭，这样我才会赢。我就会去抱他们，然后我妈就说：“对啊，对啊，脾气就这样子啊，忍耐一点，你很辛苦，辛苦屁啊，什么东西啊？”我们两家都是佛教，我们两家人都是佛教家庭、嗯，就是我们会一起抄经，就是会先点个檀香，然后一起抄经。对，妈，你在哪里？不用说。哎、欸，你干什么？那我跟对。有长一点的。看看看看，好不 NG？ 哎呀，哎呀，心经。小时候都带他们去佛堂。你在佛堂睡觉睡到大的。有时候不喜欢的话，会跟妈妈说不要啊。会大吵架、啊，而且就还会骂他神经病，什么什么去庙里拜拜什么的。小时候不懂事啊，只会觉得说我、只会觉得说为什么要去？你长大之后自己会做这件事吗？我有一阵子比他还用功哎、欸，就是法师在开示，我就在那边抄笔记哎、欸。其实我们走这条路也没有那么简单，因为我公公他是无神论，他是外神哎、欸，所以我们都偷偷去，就说去逛夜市啊，其实都去参加共修这样。所以也经历过没了 GBT 偷偷的那种仙境这样子，是那种佛教界。放弃他了，我只知道他爸一定会气死。妈的，我有饿到你吗？未来多少年回老家啊？要你管的、啊，我自己赚钱要你管的、啊，我这也是你的家哎、欸。妈，啊，我喜欢的不是那个女生，我喜欢的是家。感觉厕所霸凌的那一段吧。因为那个就是真实自己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，所以会有那个投射心理的状况。但其实你看这一部电影设定的时间是在七十几年代，然后但其实我那时候被霸凌的时候是九十几年的时候，哪怕一直到现在已经109年，就其实校园霸凌其实还是一直都存在，尤其是因为性别气质这件事情。从以前骂卡一直到现在骂娘炮，其实都是一直都存在的。其实我也有去遇到一个老师，就是朋友他们塔罗老师，然后他就问我说：“啊，你生几个？”我说：“我生两个。”他说：“同性是哪个？”我说：“大儿子。”然后小儿子，然后小儿子他有交女朋友，这样就好了啊！你不知道美国那个他们。就是美国以前就已经都有这种同性了，而且我真的觉得他就是，他其实有时候比我们两个还勇敢。嗯，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次，就是说采访或者说是去演讲什么的，他都会颤抖着全身，抖到一个不行，害怕到一个不行，但是他会拿起麦克风鼓励现场那些孩子们，鼓励他们跟妈妈去沟通。我要哭了。所以我就觉得他就是，我觉得他比我勇敢很多。我是会逃避的那种人，但他是会去面对的。就是因为你哭屁啊！你们两个，其实不是只有你苦，他们也很苦。对啊，所以我才慢慢说，好吧，那就先相处这样子、啊。对啊，才境界很平等的人，惭愧感恩大愿心。太棒！这什么时候写的、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很久很久。这个纸烂成这样子了，后面是还有画图吗？你看他还画，你看这个纸一张图，
那时候还在国中，校路五十巷。妈，选择这张谢字的卡片给你，是想让你知道你在我心中的分量是充满感谢与无可取代的。你常跟我说不要担心，但怎么可能会不担心你呢？就像你常常担心我一样，这份牵挂是我们这一辈子的连接。谢谢你因为爱我而接受我跟陈静红，给他平等的关怀与爱。未来的每一个阶段，还是要继续和你一起走下去。爱你。我的是爱，然后我只有写短短的而已。给文碧阿姨，谢谢你照顾我四年多的时间了，至今还是先叫你阿姨，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叫你妈，然后跟着银瑶一起照顾你，一陪伴你。虽然起初你对于同志还不是很能接受，但谢谢你一直对我很友善，当做另一个儿子，谢谢你。哦，那你今晚有什么话想要我？太快哭了。啊，不太急，没事，啊，他已经在前奏，他跟陈建宏都一样，他们两个，好，啊，没事。那玩，那我，那你帮我玩远，你帮我玩远。嗯，再听到我哭了。哎呦，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，因为我都一直觉得，慢慢觉得我，其实我很幸福，真的。只是有时候情绪一来，然后骂一骂，我又觉得说，对他们生气是不对的。每个人有他想要的那一份爱，不是我们说不要就不要。啊，既然已经遇到了，我们就要去面对，不管说结果是怎样，可是至少我们都爱过。那个到底怎样？